该馆长王忠良日前伫埔子迎接西丽福天宫社口妈登来配天宫合作进香。馆长王忠良和配天宫董事长蔡成忠等人接待时阵虔诚上香，祈求社口妈保庇国家风调雨顺，一切平安。现场是有大批的乡亲热情来欢迎，场面是真热闹。社口妈啊，来到得来到埔子哈，所以啊，唔忙啊，伫这个行走过程当中，啊，会当予咱台湾更加活力。阿妈，阿妈，咱的妈祖会当保庇，啊，台湾风调雨顺，一切当平安。所以看到啦，非常感谢，互助这边哦，安尼遮尔济哦，镜头用着来用加着吼，咱的李国宝哦，啊，是呀，感觉非常非常的欢喜，啊，我相信咱的社高妈哦，今日咱的来这个绕境哦，一定会当吼保庇咱万民哦，咱拢会当心想事成，啊，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合境平安。社口妈在妈祖圣诞进前，都会回来泡住配天宫合作，遵循各类布令条件，因都会经过婚姻观、家观、百外征讨，信众拢会敬拜祈福。每一年啊，哩合作进行这活动，已经成为泡住宗教信仰中心的啊圣书。啊，每一年因拢愈来愈侪人登来到泡住配天宫合作进行啊，信仰的信众，甚至泡住的市民，拢排出电话来接待着咱二姑婆回娘家。啊，总啊，率领着全体党干事，甚至加济的泡住市民，共同伫泡住啊公园家来迎接二姑婆回娘家。西丽福天宫合作传统，有两顶神轿出门，去的时阵二妈轿先行带路。回銮的时阵呢，又陪同个大妈，也是三妈叫来带路。小卡妈百年修路合作之路，感情是特别深厚。记者黄美佳关超报道。